叫什么？好久没有看到我了啊，今天不就来了？好想你，突然有点害羞。Hello，叔叔。Hello，天天，Hello，阿明。Hello，香菇。Hello，大家好久不见，我要一瓶。这个芭乐是软的吗？哎，应该掉了。上课上到啊，真的吗？我刚刚看只有底呢。Hello，鳄鱼。大家下午好。太嫩，快烧起来！怎么了？你去打疫苗是不是？你打什么？你挂听好。为什么？为什么吃这么少？AZ。我有约到欸，我约到那个 BNT 的。传话台，OK。这样不会饿吗？高丽菜丝欸，而且很没有味道欸。但啊，他们打了吗？还没。我是27号欸。这个包子送的是野草。我的头发变长了，Hello，整形男子。变长了，走针了，好丑，受不了！而且我跟你们讲，这个橙子它真的给我剪得很丑。这个时间呢，以后也都会是这个时间。今天开到5点，明天开到4点半。Hello，王鱼。Hello，志恒。不会是晚上的吗？如果有空的话，多一点。开学了，大家。平日晚班，我的大喜。啊，你可以是不是？我今天长得好干净哦，而且看起来好没气色。下午好，Hello，志宏，Hello，沈阳，干净，对。
看起来很清纯。我跟他们讲，我变胖了。有看到吗？你喜欢？最好是骗的。你喜欢的明明就不是我。干净是什么形容？就是干净。变胖了，我要迈向五十了，我要长得也很低落。你长得很蔡依蓉。你们看我下面都这么长，结果我上面这么短，是在 ？Hello。大家中秋节过得如何？中秋节你们有没有烤肉？烤肉。Hello， 季风亮 ，Hello， 小叶 ，Hello， 北极熊 ，Hello， 企鹅 ，Hello， 坤坤。可怜可怜。是啊。那午安午安，谢谢新鲜柠檬送的宝 K。煎肉，那也是不错啦。不用塞在路上，什么意思 ？Hello， 晴天 ，Hello， 志祥，我们家也有烤。阿瑞带着他女朋友回来，这样。阿瑞超好笑的。谢谢玉安送的玫瑰跟枫叶，谢谢谢谢今天的分享，都在家里哦。Hello 明晶，谢谢今天送的枫叶，阿瑞超好笑，因为我想说，我之前看我三姐，她有点抱不起阿瑞，我就想说我来抱抱看哦，这有点重量，20公斤耶，中班哦，20公斤。他抱起来，他就夹着我的身体，然后在那边摇。谢谢整心男子送的麦克风，但是他的摇是很，就是你会觉得这小孩是去哪里学到的？从来就30，我就跟他说：“阿瑞，你很大只耶！我小三的时候我才25。”没有，他是结实。嗨嗨，阿哲 ，Hello 果树 ，Hello 一年 ，Hello 哥哥男子。他带着他女朋友回来，他女朋友很喜欢我，可我那天好累。哎呀，阿瑞打我屁股，然后我就骂他了。我躺在地上，他们的游戏垫地垫上，然后就跑过来打我屁股，干嘛？他女朋友比他大，女朋友大半。不是，他不是米其林宝宝。米其林宝宝是他朋友。我好坏哦。Hello， 思豪你好。然后他女朋友很喜欢我。对啊，他女朋友，他女朋友很可爱。已经见家长了啦。在你说你吗？在我眼前。OK， 我理解了。不曾妥协。那时我们都会保持的从前。想攻击我，门都没有。窗户也不给你，
也不开门，对。甜点，我是主餐呢、欸。南宫不落的肉，我知道。然后那天阿瑞的女朋友很可爱，其实她就是要我抱，我说你下来，然后她就在挂着，我说你下来，她说我不要，我说啊你不下来是不是，我就手放开，我就不抱她，然后就这样一路往下面滑，也是很皮的一个妹妹。我不要，你抢瑞瑞的多多，我才没有跟他抢，他妈不给他喝，我才没有抢。坏心理。哎、欸，拜托，小时候我有带他去买多多、欸，哎，他妈都不给他喝，我带他去买，然后说你不能跟妈妈讲啊，然后跑回去，妈妈，你刚刚去哪？买多多，超可爱，而且还要跟他讲说你要在便利商店喝晚餐回去，他就坐在那里。他说：“你刚刚去哪？是不是去买多多？”他说：“对。”阿瑞很可爱的，但是长大就不可爱。他小时候超可爱。Hello， 人好。我觉得我要找时间赶快去考驾照，机车驾照。阿瑞以前比较可爱，他现在不可爱，我就不会想买多多给他了。大家都有买，小姐真好，一定永远真。拜拜，辛苦了，加油！这头发真是要长不长，要短不短，很丑哎、欸。Hello， 臭阿凯，阿葵花仔，什么可爱的名字？我刚刚觉得我很干净，哎呦，很棒哎、欸！我试试七七。没有看到他那个牛蛋那个照片，是我帮他拍的。我在旁边买饭卷。谢谢超凯送的掌声鼓励。陈小姐说有买，还有。那组照片好看，哎、欸，其实我有一件事情，有点想跟他讲，就是他跟大家讲说他喜欢那一组纽带，会不会就大家都送他？因为我已经跟他讲说我很常看到了，我下次有看到我再帮他转，因为我不知道他喜欢，
然后呢，他这样一讲了之后，会不会大家就一都送他，直接整组送他？我就觉得，嗯，我应该不要送好了。嗯，我还是先对静观其变。突然觉得受到背叛，没有啦，你有头绪吗？七七，Hello 徐阿北，我在跟特别下面留言看，大家说要送他整组。我去转别的给他好了，转那种很丑的，他一定不喜欢的那种。我就转那个虫好了，心碎一地。但我前几天出门有看到一个还不错可爱的，它是动物的，然后是有点像木雕的那种，很可爱。我很少见，可是我那天看到我没有转，是因为。我只有大张的500，我只有500块，我没有100块，就换那个零钱就有点障碍。昆虫类币，去转一堆给他。我妈很怕那种虫，绿毛毛虫啊，这种菜虫啊，她超怕的。然后我之前看到，我就故意去抓，然后吓我妈。然后之前有，就是那个，我们家有那种神奇宝贝那种公仔，那算公仔吗？就小只的那种。然后不是有一只是那个毛毛虫吗？它还没进化前，我忘记叫什么，反正就是它还没进化前，它就是绿色一只毛毛虫。然后。我就拿那个来吓我妈，对对对，绿毛虫，绿毛虫，我就拿那个来吓我妈。他长大是不是叫巴巴什么蝶的？八大蝶，八大湖，八大电视台。什么东西的？裂空座，裂空座不是一根长长在天上飞的那个，蓝色还绿色，是吗？哦，真的假的？找一下，裂空座。啊、哦！绿绿的，其实绿色蛮好看的。感觉今天蛮适合戴个镜框的。黑色还是透明的 ？Hello， 用红玫瑰的红牌，谢谢小飞鸟送的红玫瑰。今天也蛮适合喜欢你的，你觉得呢？我刚刚一度没有看懂。晚安，两个都带给你们看好了，这是黑的。黑的感觉看起来脏脏一点，黑的吗？我觉得黑的看起来脏脏的，我的眼妆，我的黑眼圈。So
有一种科技感，无情的肉肉。给你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黑的不错，大家都觉得黑的是吗？这个其实都是有镜片的，只是被我拆下来了。因为我这个灯打了，你们看了会反光，然后就会看不清我的眼睛，所以我就把它拆掉了。对，下巴长了痘痘。哦，我没有玩欸，其实我对手游都还好，但最近有那个叫什么鱿鱼游戏嘛，听说还蛮好看的，然后我有先看到一些片段，对，就蛮想看的，还没看。然后还有那个也是韩剧，那个什么追击令，对对对对对对对，追击令我才看到第二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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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感觉蛮好看的。Hello CJ1103，那个，还是我去切柚子来吃。我们家柚子是小颗的，我想吃大颗。是那个叫什么麻豆文旦，超小一颗麻豆文旦，我觉得大颗的比较好吃，吃起来比较过瘾。笑死。还在飞翔月。白
是不错啊，可是就是通常那个时间我还在睡觉，我今天睡到一点多。然后呢？差点再见。为什么会再见？一点多，对，一点多。No more promos, no more photos, no more logos, no more chocos. We on Bezos, we get payrolls, trips to Lagos, connect like Lagos, make this final, make this my eyes closed. 现在有谁在开啊？只有我吗？你手机不能萤幕关起来吗？萤幕关起来应该还是会有声音吧？只有我。以上陈小姐，好哦。我这里要找事做。我就问七七说，厨伴，我现在只有可能都会这个时间开。你不要这种油腔滑调好不好？很不习惯呢。没有哎。我的是萤幕关起来，那个浪 life 还会开着。谁油腔滑调？哎，不要油腔滑调了，油腔滑调会爆炸，会烧起来，葡萄露奶白呀。没办法认水，好啦好啦，今天是4:30会有肉汤耶。这个是美国，哎，是美国吗？公路吧，好像听说，不知道，我只是看，好像还不错，我就买了。不爱你了 ，Hello Champion， 浮夸播什么东西？浮夸播。我老公 ，OK。知识家庭，这没有，这是别人跟我讲的，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别人跟我讲的。哦，原来是这样，谢谢包子分享，就还不错看啊。你们觉得要播柚子吗？他就吃拔辣，吃拔辣好了。等我啊，请我双胞胎姐妹看一下。或者是你们要跟那个边边聊天，我帮他整理仪容一下。Spiritual ordinance. We know the blacks are orphans, refuse to be runaways.
我等一下，需要你们再等我一下。可以播吧？当然可以呀、啊。阿三的眼睛在动，太可怕了吧？啊，对，我跟你们讲，我昨天我朋友送我一个阿三超可爱的啦。Oh my god！我非常喜欢。超可爱的啦，是乐高阿三耶，最难，而且这个是好像是他们说是现在已经没有在制造出版，我是不知道啦，但是就是很可爱，超喜欢的啦。我在外面走的，好的，就是去的呢，可爱吧？为什么？你们等一下再等我一下，我刚刚洗鞋子，我要把它拿去晒。Introduce a party to say it's up there. Too many pills, so much potion, so much pain, too many emotions. And everything that you do good, it's going unnoticed. Did they tell you that you're good and just stay focused? 可是不能发出肥宅怒吼，是不是？我可肥了，我应该可以当吧。Hello, how are you? And if I talk to Christ, can I bring my mother back to life? And if I die tonight, will I see her in the afterlife? But it's a reality where everything's a tragedy. You better have a strategy or you could be a statistic. Little boy dies, he just wanted a mystic. And mama's steady crying cause she really the victim. Now she's getting high and she's getting addicted. And the older boy just stuck with the picture, painted vivid. That's a family portrait.And her daughter just absorbed it. 16, pregnant baby daddy said she should abort it, but we can't afford it. So she decides to move forward. Baby shower time. Father didn't show up. Now she just feeling nauseous like she finna throw up. The water flows down her legs, yeah, it's finna go up. A year then went by. Her daughter just turned one. And she's still depending on her mom.宝宝可爱呀，受不了。He gotta show him that it's that real. He ran up on him with the pipe, that nigga stand still. You took my brother life, you made my mother cry. Tell me one reason I shouldn't send you up to Christ. He said, go ahead, take my life, I seen everything but Christ. The big bro just blacked out and all you seen was the light.柚子好吃啊。阿杰也很喜欢吃柚子。Jesus!
child like the loneliest dead Veronica. Still like Anton Dronica coming through your Monica. Back in the great beyond the son of man and the son of Don. Who's run pie? Six of the R6 of the Honda, but I see my Ducati through North America like the Honda. Earthquakes will strike this nation from what Bush did to Rwanda. What the Clintons did to Haiti and down to Ghana. It's a post lonely, call me Toro Roto, El Negro Loco. I shake the tectonic plates of the game if I lay one vocal. The God is interstellar. 软的芭乐还有另一种香味，我很喜欢那个香味，对对对对对，比较香。完全好吃的。这怎么会奇怪？这不奇怪。而且我跟你说，芭乐要从头吃到尾，因为尾会比较好吃，所以你要先把头吃掉。已经吃出心得来了，你知道吗？尾巴会比较甜。And with your assistance, we can continue to let the world take part in this fight. You know, to me, it kind of feels like me, my mother, my brothers, and my kids have all been incarcerated through this journey. And we haven't even been to jail. We've been looked at and treated as criminals for being a part of this family. 你们不这么觉得吗？ My father's truth and the reality that he raised me in is that he was killed in this community. Because the conditions in this capitalist society is what made him, and it's what made the children of the day. After 25 years, 豆吃甘蔗，甘蔗不是也是尾巴比较甜吗？还是甘没有甘蔗，整根都很甜。If my father's intentions were to lead us to death, destruction, and to the hell that he has had to live in for the past 26 years, man.It would be dead to me. I didn't sign up for that. I didn't stay on this journey this long. 最近那个All my life. 柿子也出来了，不是吗？我也超爱吃柿子。When I graduate eighth grade, he'll be home. Then they told me, when I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e'll be home. I went away to Morris Brown. I graduated.And he still ain't home. Now I'm an adult, and my daughter went away to college and graduated. He's still not home. Now even more than that, my son, he graduated. 大家有那个了吗？ And we still wait. 登记五倍券。He hasn't hugged, kissed, or touched any of his grandchildren, and they haven't been able to touch their grandfather. Even though it is not seen that way for some of us, but for many of us,Larry Hoover is a beacon of hope for his community who deserves to breathe free air. Free my father. 昨天不是网路 Mr. Larry Hoover sing. 网站炸掉。
啊？怎么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是条件是给我消费？我都发业配了，你居然没有。你这就是在告诉我你欠揍。揍你。嘻哈，因为我今天很嘻哈，没有啦。Hello Nene，Hello 平贤，不能吗？不能听这么嘻哈的吗？Someone out and let me kick it, this might get away. I pour up a drink for all my niggas who ain't see the day. Tryna finish this all I started with. Way too many fallen soldiers, though I can't forget. Hope they got headphones up in heaven, you can vibe out and just get this shit. Just turn it. 还是你又想要听什么，陈小姐？不是，就多听啊。不是每次都听那几个风格，有时候也要换一下别的嘛。那你很常看肉肉的脸，你还不是会去看小慧或者是看法法的脸，对吧？你总有一天还是会看腻，去找新的啊。没有没有看。我蛮想看那个的，这就是街舞，是吗？可是我一直没看。你要请他吃饭的啦。你再下载就好啦，人肉转性好嘞。Really meant a ring, huh? Try not to be more than just a fling, huh? 3 hours to get back from Palm Springs, huh?
Who you know spent an hour in Walgreens, huh? You know you'll always be my favorite prom queen. Even when we in dad shoes and mom jeans. Show them got quite with ya. He's made it hard for me to think. Would you shut up? I can't hear myself. Bye bye, me and do the freak like 7 days a week. It's the best collab since Taco Bell and KFC. Talk to me nicely, don't come at me loud. You had a Benz of 16, I could barely afford an Audi. How you gonna try to say sometimes it's not a problem? 香菇，你现在以那个叔叔的以叔叔发言乱发言，他都不知道。就比如说什么，陈点点、肉肉五单，我包不单。Remember when you used to come around and serenade me? Oh, but I guess it's gone different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lately. 牡丹握手会。Your gun, our safety. Speak first, don't break me.没有啦，开玩笑的啦。跑步，叔叔出来讲话了。你有关我吗？不是他出门常不关火，他不用出门他也可以不关火。Hello， 乔大叔 ，Hello， 勇哥。看你要吃肉。他不关我是已经我讲到很生气哦，很生气的那种。然后他下一次还是那样，我就说没有关系啊，哪一天你家烧起来，我这也不意外的。不关就不关，火开着就去房间滑手机了，然后这水就在冒冒冒冒，我也不会去关。反正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他自己负责啊。谢谢勇哥送的红玫瑰。很恐怖啊！
It ain't how I used to be. Just a new me, so get used to me. It ain't how I used to be. Just a new me, so get used to me. Looking in the mirror, it's the proof for me. Looking at my kids, it's the proof for me. Devil, get behind me, I'm loose, I'm free. Father, Holy Spirit, let loose on me. Father, I'm yours exclusively. Devil, get behind me, I'm loose, I'm free. 他没有关，他开小火煮，他应该等下就回来。我去看家。然后水都冒出来了，还不关那种，我真的就会很生气。Hello， 阿鹏鹏鹏，我的头发看起来好丑啊！我就都这样啊，讲不听啊。我就直接跟他讲，我哪天我家烧起来，我也不意外，我真不意外。就是你跟他讲，他还会躺在那里。这就是我妈，无奈。我跟你讲，跟他们讲，他之前哦，疫情严重哦，家回家口罩就要丢了，没有，给你挂在这。你刚刚讲丢掉，他还说很浪费，还可以再戴。然后你再跟他讲丢掉，他就会生气。所以到后面呢，我也不沟通，我姐沟通这样。我姐跟我妈沟通，在旁边，我也不能怎样啊，啊不丢就是不丢啊，你跟我姐干嘛？老人家吼，就是这样，有吃啊。Me too.Hello， 学明。谢谢叔叔送枫叶，叔叔可以送枫叶了吧？哇！哇！秀珍是不是回家？你自己说。有啊，很喜欢吃啊，可是我今年还没有吃到芋头酥。谢谢 Andy 送的 Kiki 做你的猫，谢谢。这是啥？我也不知道。Kiki 可以做我的猫的。要不然买定时电池，算了吧。我刚
开播前我要听一个怀旧新系列，不是说 K-pop 这么无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中秋节，我看到还是有人会在就是家外面烤肉，这是可以的还是不可以的？我现在已经被搞到有点混乱了。新北跟台北是不是不一样？台北是二级，新北是。这边是什么？可以啦，所以是可以的，是吗？就是在自己家，然后那个纱窗打开，门走出去，然后在那烤。Hello， 日娃，辛苦你而已。下课，啊，下课，下课十分钟的恋爱。宝贝学生，加油！家隔壁都是那种一群亲戚在，可怕！这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就是这样，挂停，好哦。快结束了，今天没烤肉，真的假的？在家用电磁炉也没有吗？我发现我最近多了好多淤青。妈，不要乱讲话。Hello， 高桥城，他这个低音，这个喇叭不行，各种淤青哎。这里一个，这里一个 ，Hello， 这里一个，不知道哪来的，度数很深吗？没有，这个是没有度数的眼镜。找到你，再也不离去。爱是我，爱是你，爱是个邻居。哦，谁也不能阻挡我。你要去哪？黑夜白昼，时时刻刻拥在怀中。
天处处的感动，分秒这一层永久不可能。你看着我，我想对你说，过后你的你的红在哪里，嫁给我，火烤两次。找到你 ，Hello， 爱是我，爱是你，爱是肯定句号。来唱点歌。唱什么歌呢？哦，是啊，哦，最近眉毛画的不是很好看。不一样。起来，不然我很想绑。现在长好丑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跟你小妹比起？绑不起来啊！就只有这样。我马尾绑不起来，你说双马尾可能还勉强。我想试试看。两边不对称，我看了就是很不爽。越难哦，越难度哦。就跟我减肥一样，找到我去年烤肉的照片，超棒哎、欸，棒到一个不行！就是哇，这些这一年来，我到底经历了些什么的？怎么找到？之前七七拍的。
很憔悴，没有，就是说，是说我现在瘦了。你看，这错是什么？那给我剪的头发是……这不绑起来你都不会发现。而且我头两边头发不一样多，你怎么都绑了？谢谢浩一送的玫瑰。什么东西？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抬起头，我又没有说我要绑。我刚刚没有，我刚刚从我开播到现在，我没有说我要绑充电炮，我不好意思。好像真的变远了，这个脸，这其实没有。想要向前看，哎呦，还好吗？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抬着腿拿着爱的红牌，我的前飞飞过一个时间。李佳丽开播了，这时候包子就会消失的。没有，结果他已经消失很久，只是我没有发现。Hello, Nini. 在经历受伤害，电影蛮难的，什么意思？对啊，他都这样告白，然后人就消失了。讲的一副很那个很专情，没有。也许是一个人太久，甚至是一生一次的心动。他都骗人啊，男人的嘴。后面我就不说了，不然我会不能
走你的好意，不能这么厚脸皮，傻傻看你，还是想要更靠近，再靠近。我跟你们讲，这几天在看那个 Tim 熊，有够可爱，好想要去那个环球玩哦。我好喜欢你，怪我控制不了自己，我努力压抑，可爱情怎么喊停？你身上的热还在我的怀里，拼命的擦掉痕迹，认真的眼睛。Hello， 下午好啊。可是爱情怎么喊停？你在一起就像是太阳光里，不想分离，离了你什么都愿意。突然好想上厕所。我怎么今天一直在中里呀、啊？一下这个，一下那个，好，香菇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去一下。上次不是被烫到吗？啊，这几天看我的那个熟肉就不见了。前几天看还会白白的一块。我努力压抑，可是爱情怎么喊停？你身上的热还在我的怀里，拼命的擦掉痕迹，为了你认真的眼睛。我那天就是。我不是已经拿了两个小时的那个吗？料理包。没有。然后就是观摩之后，我的手还是在痛。然后我睡觉还是在痛，我就去拿了冰块来冰。然后因为我不可能拿着料理包睡觉啊，等下坏掉怎么办？因为没有冰在那个冷冻库里，我就去装冰块，可是冰块它都融化了，我怕我晚上睡那个身上全部都死掉。我就想说啊，算了，不拿了，然后我就放着。哦，有够痛，我就这样捏着我的手，就是让我自己习惯那个痛之后就没事了。没有起水泡。我们早就知道最后要分离，是不是依然会在一起？如果诚实的话说出来伤心，那不如不要。
心，是爱着你却不能爱你，握着你的手却握不紧。Hello 乖乖，隐藏着秘密要怎么填补时间的缝隙，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不值得你无止境的沉沦，爱是缘分不是牺牲，不可能不会变可能，你不是我该爱的那个人，虽然一起看过日月星辰，有些感情太怕认真，怕认真后悔是真，失了彼此的恨吻。啊对，你们知道那个八叉云集，对，八海游龙，没有，四方云集，就是跟那个布丁狗，超可爱。它的，可是我上次吃的是那个，它的外带包装有够可爱，受不了。哎呦！纵眼成时空的那句，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不值得你无止境的沉沦，爱是缘分，好狗，可爱的狗就是好狗。我傻眼，你把它讲得很廉价。星辰有些感情，害怕认真，怕认真后悔是真，是了彼此的恨吻。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我只是你。你要去哪？要上班了，感觉牺牲不可能不会变可能，虽不是你爱的那个人，至少和你度过一段青春，有种单纯叫做缘分，就算是大狗走开，你走开啊。也是真心走开！你走开！我跟你有仇。什么东西？你在说什么 ？Hello, Steven。好哦。谢谢小谷的眼当中，你走开！怎么说出我的渴望？你以为你给我掌声鼓励我就会怎样吗？不会，你走开。除非你喜欢大耳狗啊，不是，你喜欢布丁狗。都比妈好，你不一样啊。你来我身边，今天又不见，只剩下怀念，忘了承诺的一切。
见我的泪液，看待自己有太多危险，相信你看见我剩下的美，也不会眷恋梦太遥远，只是我发现我的泪液的走出伤悲。我好想要换我的荧幕贴哦，我一直在说想换，然后一直没有去买。听众思念，这个时段应该没有意外的话，都是这个时段。天都亮，你来我身边，今天又不见，只剩下怀念。假日就是，除非真的真的真的到没有时间播，我才会插在假日，因为我觉得假日就是要放假。贩卖自己有太多危险，可是你看见我剩下的美，也不会眷恋梦太遥远，只是我的泪液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我跟你们讲，我放完然后结果后面还有一小撮，是怎样？这是什么？哇，紫离子！哇，我傻眼。其实有想过，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再练习吗？为什么不能？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不能？什么东西播出时？不行啊，不能这样。耳朵，谢谢星星你们送的粉饼。我在这里跟大家讲，我们私底下其实感情都很好的，所以不要说什么，Bellflower 是不是就是
私底下感情也好，不没有好吗？我们其实感情很好的。谢谢保罗送的看好你哟，谢谢谢东送的看红玫瑰。行，你跟肉感情不好，对啊，全世界都知道吧。Hello， 我口袋就是不够深。最近有什么事吗？我想看。好漂亮。我们私底下互动其实没有差多少哎，就也是一群小朋友。像这次烤肉不是也有很多事能讲吗？什么东西这次烤肉？哦，你说我们烤肉哦。你知道，你们知道，哦，我只知道我就是一直坐在那烤肉而已。我跟你们讲，我考完我睡觉，我睡我就那天梦到，我就梦到就是有人要拿东西给我，我要从椅子起身然后去拿，然后一起身我发现我在床上，我就啥什么，然后我就又睡回去了。对，我考到这种程度。跑到梦里去了，没有，我就一直在考，对，我就负责考，通常考到我都是负责考的那个。应该是太开心，隔天超空虚。然后还想到呵呵做那个什么梦，对啊，因为那天就是他自己先玩了一场，我就说你都不揪，然后我说下一场我们一起，你都不行，你们收起来，然后人家就去拿东西，我们就开始，他回来看到，不是这样不要玩的吗？但林杰没有骂我，他只有骂爸爸，因为就是安安自己一个人在旁边有点孤单，然后云爵也是。
然后我们才照完，我说你们要结束了没？我们就刚开始了。而且那一天那一场打得很精彩，因为我们原本以为会输，然后就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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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在十分钟，我说再半个小时吧。哒哒哒哒，他说我叫要结束了没？快了啦，再等我一下，慢，还要取出来，怎么还没结束？就打打打，我们终于赢了，我们已经超开心。然后我就看我们打那一场打了半个小时，超久。他说我们一直玩，没有，我们也才他玩一场，然后我们两个玩一场，这样超好笑。就叫你们暂停啊？没有啊，怎么可能暂停？我不要。对啊，他们在玩那个什么 cookie， 那个叫什么，突然忘记。真的是安南与卷发发他们超弱，一只山他们过不了，超好笑，超级好笑。突然忘记叫什么，他们一只山就过不了了。林奇又说什么？一只山而已耶，你们过不了。我没有下场哎、欸，可就是我知道啊，我之前有玩过啊，我们家也有啊，没有好意思，他们玩的也是很开心。超好笑。讲30号，中午下午是
4:37，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心灵闹钟了，滴出这个时间。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那我要开始讲喽，请听今天的第一碗肉汤。允许自己有脆弱的一面，不用勉强去成为面面俱到的人。要做的是喜欢的自己，而不是讨人喜欢的你。很多时候，一件事会不断压在心上，是因为把发泄看作是种不成熟的行为。然而，纵使面对外界需要人隐藏自我，我们仍然要学习用真实的自己去倾听内心的声音。无论现在有什么事情困扰着你，若是暂时无法承受，就不要勉强去承受。毕竟不是只要表现得很坚强，事情就会如其所愿，某人就会转变态度。允许自己有脆弱的一面，为了是给自己有喘息的空间。无论生活或工作，都不用勉强去成为面面俱到的人。照顾好内心的世界，给自己多一点关心，人生才会多一点开心。这是今天的第一碗肉汤送给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也可以喜欢自己选择的。很多时候，烦恼已经发生的事，只会有更多烦恼；担心曾经错过的事，只会一直错过。人生并没有太多时间允许自己舍不得。其实，没什么选择是绝对的好或坏，重点还是在你接下来怎么做。一旦离开了，就好好往前走。决定以后，就多给自己信心，付出行动，就别想着别条路是不是比较好。无论当初做了什么选择，目前的生活过得如何，一切就用更好的自己去证明。所以就别再绕了，要怎么选择自己喜欢的，要怎么喜欢自己选择的，尽早往前才重要。记得，就算最后的结果不如预期，至少你也对得起自己。宁可因为努力而看似做错，也不要没有努力而从此错过。这是今天的第二碗肉汤送给大家。蛮喜欢这一段的。其实没有什么选择是绝对的好或坏，重点还是在你接下来该怎么做。一旦离开了，就好好往前走。决定以后，就多留给自己信心，付出行动，就别再想着别条路是不是比较好。谢谢 QK 男子的掌声鼓励，谢谢。不要问我。要免疫反应。
看算吧。当然，每个时段都每个时段的好，除了中午。要想睡衣还要发。有吃早餐的好。看谁先睡着。我跟你讲，一定是我。好想吃臭食哦！现在早餐越来越贵，但也越来越精致，对吧？得用意志力来搏。现在什么东西不贵？什么东西都贵啊！高丽菜也贵，高丽菜大饼好吃，好不好？这是内行。能饱就好，那你就不用买贵的，买能饱的就好了，不然自己做啊。真的好可爱。高丽菜丝，好啦，好吃啦。最棒的一餐，真的，包子，包子回来了，包子，这个叛徒，叛徒，叛徒，刚才在那边油枪滑掉，然后过没多久就消失了，莉莉开播就不见了，还不是两边一起看哦，是莉莉开了就不见了，没有，莉莉开之前他就不见了。还被我发现，找你找不到，哼，不跟你好了，还在那边油腔滑调，男人的嘴，骗人的包子，我肉汤都讲完了，哈，你可不用为难了。有够痛！你说去看弟弟吗？先告白，等有终于才会被骂。没有，还是被骂，还是会被骂。明天一定专心，明天专心是因为莉莉没开，对不对？
粉丝经济学，时间管理的财富密码。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我伤心了。Super Idol 的笑容，多美丽的天，把宇宙的阳光都明亮。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加油水。一心两用跟没有，你现在已经一心好多用了，涵涵啊，泪吉啊，面面啊，丽丽啊，对吧？是吧？没错吧？我没讲错吧？那肉肉啊，没有肉肉请排除，谢谢。向左，向右，向前看，未来有几何？你那里看到林一的，我那里看到的，原来是碟子吹。那我要改名了，我要叫瘦肉。没有，我要叫月巴肉。瘦肉肥肉，我是你的月巴肉。他为什么？哦，他为什么七七没有？哦。好啦，不开你玩笑，不闹你了。链球，什么东西链球？秘术网球。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你的手却放不开，就别离开。啊，拉包哥，那个歌。你问。煮那个姜茶啊，这只鹿要反刍了。打没打没打没哟。姜茶不行，但我胃寒的时候我还是会喝，因为胃寒会更不舒服。打没打没打没有。如果你有这样的女朋友，今晚会几点回？
喝姜，我超级不喜欢鸡汤的，我宁愿喝姜茶，我也不喜欢喝鸡汤。不行，你们要赚钱养女友，还是得出门。有没有在看那个鸡肉鹅肉面？不是鸡肉，鹅肉面，好喜欢鹅肉面，好可爱啊！他说凤梨苦瓜是一个非苦瓜是一个这世界上邪恶的食物，这样。我再去一次这，哇！没事 ，Hello， 你好吗？衷心感谢珍珠的姐，期待下一场风。我刚抓住他了，电脑掉地上，但我抓住他了。终于感慨爱回不来。Stand by me。那是点，我扑街了，电脑掉了。加班。我哪有骂脏话？我没有骂脏话。什么叫做骂脏话？后该算吗？后该不是扑，不知不觉 ，beautiful love，beautiful love， 开始错觉。哦，对不起。
我累残。我累残。我发现了，我现在真的戴帽帽会蛮好看。我的帽帽呢？帽帽。妈妈你去哪？妈妈在这。笑什么？这么好笑的吗？不好笑。天使的宠儿，不知不觉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现在 get 不到了，我已经跟你们断线了。生来应该被温柔对待，还蛮可爱的。卡哇伊，叔叔你看得到吗？叔叔你看我好可爱，叔叔。之前不是有一个帽子在二手会有啊？怎么的？哎呦！那个叫做画，好像叫画家帽。不一样了。大家好，五点了。明天见，就默默的来到了5:00了。你要下班了？对，我要下班了。下班都吃完，太晚。拜拜，明天见。拜拜。拜拜。想我，明天见哦，拜拜。